家好，我是 Tammy， 很开心能够利用这么一两分钟跟大家说一点心里话。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呢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旅游、阅读以及医务工作来丰富我们的人生。在台湾呢，有很多的一个义工呢可以从事，譬如说，当然了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为山林啦，还有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工作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旅游应该是最容易让大家接受的方式。有时候纵然我们生活在物质生活很好的地方，我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到非洲啦，到南美去走一走。那边不见得说物质环境很好，可是呢却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，多亲近大自然，多听听呢动物与人类共处的语言。那如果今天我们的日子呢过得很好的话，有机会也请不要忘记去欧洲走走哦。因为呢，欧洲的人为什么那么快乐？一，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；二，他们的自由呢是建筑在有条件的自由上面。就这样子咯，等你来，拜拜。